各位老师好，今天这个影片会简单介绍如何操作南方作为相遇之所 VR 线上展，希望可以对您的教学及展览的应用有所帮助，带领学生使用线上资源进行线上校外教学。首先，本次展场分为四个展区，下方为 VR 线上展的 VR 全景缩图选单，在画面中按住滑鼠左键，可将画面定格。在上下左右旋转画面，即可观赏360度不同视角的 VR 全景图。如滑鼠有滚轮，可以前后缩放画面。观赏展区的方式分为三种：一、直接点选下方全景缩图，即可观赏不同位置的展墙。点选白色向下箭头即可关闭选单，视窗可以呈现更大的展区。再次点选箭头即可再次开启。第二种观赏方式为点选画面右方的平面图。点开平面图之后，画面上会显示目前的位置以及视角。直接点选画面中白色圆点即可移动到不同的观赏点。第三种方式为直接点选画面中地面上的白色圆点，即可移动到该圆点的观赏位置。关于作品欣赏的部分，此件作品为刘启祥老师的画室，点选资讯图示即可浏览该件作品的详细介绍。点选语音导览图示，即可聆听高美馆录制的作品导聆。1910年生于台南柳营的刘启祥，小时候住在一栋时髦的洋楼里，接受良好的教育。上学时画画经常被师长称赞。如有相关影片，可以点选播放图示进行观赏。接着，我们再点选白点，即可移动到下一件作品。此件作品为林玉山老师的线马图。除此之外 ，VR 线上展也有互动功能，视窗上方可以对展间按赞，或在展间留言。右手边也有分享功能，可将 VR 线上展分享至社群，或使用全萤幕进行观赏。以上为本次南方作为相遇之所 VR 线上展的操作说明，希望有帮助到您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请欢迎与学学文化创意基金会联络，将会有专人回复您。谢谢您的观看。